哦，就这样弄哎，这个等一下要跑隔壁啊。哦，其实我应该来，那来不及的了。哎，可是呢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因为呢，跑台很辛苦啦，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耽误人家跑台，对不对？哦，来介绍我们这位后起之秀洪洋先生，掌声鼓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大哥好。所有观众大家好。我的西北好谈的，你带人家去玩，直接行过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等下过去边，你咧唱比这边较好听哦。啊，我知道什么？小哥哥哈，这么亮，这么好的灯光，对，我们灯光小老师真的是很专业。等一下，过去，过去那边一定要讲，那边不好看的，过来。不要害我。来，先跟我们现场好朋友、贵宾来问候一下。来啊，好朋友在这边祝大家啊，我们今年还算是新，还算是新年呐、啊，今年还算新年，今天呐、啊。今天是17啊，对啊，所以在这边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都顺利，我们兔年的行大运发大财，来掌声一点来啊，谢谢，江夏大哥来和你多发财啊，来不要耽误你太多时间，就去唱歌啦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第一首歌，先带来一首吴奇贤的歌，好，一首《救困》，哎，不要。这边要去台湾，太了了咯！我要去台湾，福建讲到遐乱流诶，来叫阮的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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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你啥物名？我叫洪洋。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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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
他别再听，六六六六户里面。